吃到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在现场那灵媒都会宣布是哪一位吃到的，代表一个家族的荣耀。但是外场的一些平民们，大家也很有机会吃到。像我刚刚看到就有一位，你有吃到对不对？你这边有挂了一颗，你吃到一颗，你刚刚在外面嘛？对，对，外围小杆子了。你以前有来参加过吗？有。这以前有吃到过吗？也有。以前有吃到过。 所以这不是你第一次的，常常每五年都有一次了。你都有机会哦，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嘛，这个可以。哦，所以这个它整个是硬硬的哈。对，这个是相思树下去编的。哦，相思树下去编的，树这是树皮，是不是？对。它整个摸起来其实有点重量哈，但是它这边有很多空洞，所以刺的时候比较好刺，是不是？ 这个是规定下去编的，按照它的规定规格去编的。刚刚还有一位很厉害，他吃到大概两颗还是三颗左右，等下找到他，我再来访问一下。哇，这几公斤！哇，恭喜吃中了！ 恭喜志仲了，好，恭喜志明，志明哦，你是第一次志仲吗？我在第二颗了。第二颗了，如果志仲两颗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对你来讲？这个问题应该要有父亲来讲。父亲，这是父亲，是不是？代表我这个五年当中都是平安的。哦，这个就是叫做福球啊。嗯。因为五年一次哦，这个福球就是我们大家所需要抓到的东西啊。哦。 那个现在是要开车出来。啊！罗志邦，我们要把这个球往里面放。哇塞，现在是球都丢出来，就接到人都会有这个福气，但是因为里面主杆的人。
他们要丢到每一个主杆都要刺到才行，才代表有福气。所以外面的现在都有机会耶。Hina！你可以教我吗？来，这个这边现在大家在体验是不是？是，这是外客在体验刺球哦，所以体验的，所以外地来的观光客或者来参与的人都可以来试试看。是，你就试一下。好，这个好像跟里面的也不太一样。哎，比较这短杆呐、啊，短杆可上面比较尖，但没有那个倒刺的感觉。哎，没有倒刺。那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了吗？哎，有什么诀窍吗？就是球上去就瞄准啦、啊，球上去就瞄准。瞄准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。真的吗？现在有福了吗？是。哦，谢，五年有福了，来，大家来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哈、哦。我现在可以感受为什么这个祭典在这个刺球的时候特别兴奋，大家，因为这个球好像有一种神力，刺到你就觉得好像特别开心的感觉。幸运球啊，可能是个子比较高的，个子高，因为我刚刚把它举高一点，就我第一个刺中。哎呀，对，你最厉害的了，我刚刚有看到你刺中两个，外面的对不对？你的杆子后来借给别人那个人也刺中了。对。你五年前有刺中吗？有、啊、所以你不是第一次刺中了。对、啊、那诀窍是什么？诀窍秘诀是什么？要有兴趣，有气就一定会中啊。你心里要想说要刺中就是。对、啊、你一次刺中两个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啊、家里人啊、所有人呢、都可以代表，知道这个球会代表健康啊。所以说对你来讲最重要是健康。对对对，健康就是财富。对、你看起来就很健康。好，希望把你健康给我一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看，如果是都市人的话，都是要求是多一点钱，多一点财富。可是在这里的台湾族的刺球祭典里面，刺到球的人都觉得是健康，对他们来说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我们很难从现有的史料里追溯刺球活动的起源和意义，但是长长的竹竿伸向天际，所有参与活动的人视线都被引领着仰望穹苍，宗教情怀油然而生。在阶级严明的台湾社会，过去只有贵族和头目才能参与这种和神明沟通的仪式，就连刺球的竹竿都得依阶级定长短。现在贵族的仪式和竞赛之外，也有平民百姓和外族人参与的空间，大家都有机会向神明与祖灵祈求祝福。不但如此，这场春日乡联合五年祭之后，龟崇和七家部落又各自举办了一场五年祭，同样精彩热闹。老丽里部落位在丽里山东北方山坡上，是净水营古道沿线相当有势力的排湾族部落。1911年，台湾总督府调查，丽里设有261户，1000多人。1914年，净水营抗日事件后被迫迁村。目前旧社内有数十栋石板屋，还有住宅所、小学等遗迹。